大爷啊，帮我照一眼，我停车去。啊，去吧。好嘞，大爷。咱们走了，拿两手都放下。拿，随便拿。这大白菜，这当地白菜吗？姐，当地。多少斤呢？成百斤要6毛。6毛。回来呢？我回来呢。你回来拿呀？行，没事儿。两袋10块钱。土豆他家的大哥干啥去了？等会儿他马上回来了。一会儿回来的。吃生命，吃生命啊！阿姨，我家邻居还问你卖煎饼的来没来？我说没来，这两天没来，这不来了吗？你回去告诉一声，你说来了。不赶趟了，阿姨回真的来了。认识了。压广林，你不认识？多穿点，阿姨冷啊。压广林，10月5号。10月15号，今天6号早产10天。你放心，没事儿，我在这边一下编了。来，春饼2斤10块钱。好了，姐。哎，慢点啊。2袋10块钱。大葱2块钱一斤。6块钱一袋10块钱。好，这放这边再说啊。哎，这家暖和啊，不动手啊，冬天也能开，冬天反正就不咋地，电池跑不了那么远了，是不是大叔？对，挺好，这个吃挺好，先解释一下来，挺好，新车的，开真新，快点大叔，注意安全啊，哎，吃大饼，大饼，大饼啊！卷啥啥味儿？啥都能卷的嘞！六大顺，不来一天的，10天10买。来，大房里的乡亲，父老乡亲，吃单饼啊！小伙子每个星期就礼拜四来，给大家带单饼吃，就礼拜四，吃单饼。几单啊？一袋10张饼左右，2袋20张饼左右，大爷，2袋10块钱。单饼，拿一个呀？7.7，7.7，你看着啊！给你舔了就得了呗。28，28.2，28.2。来，2斤10块钱的来。搁冰箱里头呢。冻着，冻着，冻上半天。对，吃出一热，快点，大爷。3兜15。2兜10块，谢谢谢谢阿姨，谢谢。我买过你的16斤，也第一次啊。大饼子3兜10块钱，有没有吃的？就这点，3兜10块钱，21个大饼子10块钱。2兜10块，1兜6块。我寻思买溜达完回来再买，怕没了。谢谢阿姨啊，谢谢，感谢阿姨支持。没事啊，谢谢大叔。不用谢。身体健康。慢点。吃春饼啊！就在这个新马河了，一进大门洞子，有一个老头卖的也是这个，不是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不好啊！吃春饼，吃春饼了，慢走，阿姨叔叔啊！吃春饼啊！2斤10块钱，西城不行，甜饼，豆豉行，这到多少钱？2袋6块，2袋10块，我这大饼子3袋10块钱。21个大饼子，都一样，2个10块。啊，这个正好这是昨天总是剩的。啊，都一样。要那个麻烦来，都一样。这10块钱啥袋？
20块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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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块
呢？嗯，这不是两袋吗？50斤能给批发价4块钱，批发价50斤以下全都5块，而且拿一袋我还收6块，这回就这么卖了，要不然这回头买的还太遭罪了，都回头客，我这饼全回头客，都来都两袋，最少两袋，你这拿4袋，大葱多钱一捆买的？给你付过去了啊。行，这大葱多钱一捆？25。二十五成捆不成斤呗？没有了。春明，还没走呢？明天走，明天走。明天走啊？嗯。哪俩啊？不是我这有塑封的，你能带那个西安的？带这个塑封的，我这有塑封的。啊，你要几个？一模一样的，也够吧？塑封你多拿几个也行，这不贵，一样的饼。塑封的，对，塑封的，我刻意带塑封，又往外地拿的，拿3袋4袋拿的，我就塑封了嘛，给你。塑封还正还加钱呢，我这还是个价。这哪俩？你正好，你倒吃呢。你刚才给我10块，我再找你40。明天走啊？回西安了呗？回西安了。啊，西安可是好城市，西安是古都吧？嗯。多好！这见面说啥时候了，大叔？是。啊，那大叔。嗯。我说我呀，碰2份啊，3份了。跟前面还有买2次的。3份4袋的了。是买2次的。啊，没事儿。哎，我再给你套个袋儿，行，再套个袋儿，套个袋儿，4斤呢。我的三块。这菠菜抢的呀。给他晃的，火了，大爷。来吧。啊。3块钱菠菜。313的现金，朋友们，啊，微信应该是收了100多块钱，我也没看，反正剩了5-60斤饼，哎，没卖起来呀。今天市场人挺多，但全是买秋菜的，全是买大葱、大白菜、土豆子了啥的，啊，哈尔滨人开始囤秋菜了。回家吃饭，吃完饭再找个地儿把这货卖了。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。